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一款非常厉害的弹力牛仔短裤给大家哦。好，那我就直接告诉大家它有多厉害咯。基本上呢，这一款它是属于弹性面料的牛仔短裤，然后这一次呢是帮大家挑选一个虚虚的感觉，然后先跟大家讲一下哦，这个黑色啊，它就是黑白相间的虚虚，就是比较属于不规则性的，然后再来穿起来版型非常瘦哦，然后有帮大家挑选过侧面，它是属于一个就是这边有比较前短后长一个弧度的感觉，然后就会显得大家的腿非常瘦哦。再来它是非常包臀的，因为一般人啊都会觉得如果是弹力裤包臀的是不是会穿起来很胖，但是这一款完全不会，然后是非常弹性的，整件穿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，所以不管你怎么动都非常非常的舒服哦。好，然后长度呢我觉得是非常刚好的，就是有些女生可能不敢穿太短，然后就是蛮刚好的。好，那尺寸呢提醒大家它是正常尺寸哦，正常版型，所以不用太担心有尺寸的问题。好，那这一款裤子呢它总共有三个颜色，就是有白色、浅蓝色跟黑色咯，三色都非常厉害，如果你的经济许可建议大家可以包色，然后如果没有买过的人可以买一件试穿看看哦。